但是我爷爷那个超级棒棒看到没给哈？我爷爷那个超级棒棒。豆豆儿，还没煮好？好了不？好了。去吧。哟。哟。上面好高呀！嗯。慢慢走，很滑哟。那几天都下雨些。那个是一个朋友寄来的，寄的巧克力，来慢慢说，慢慢弄，哎呦，好丑弄，这个是一个朋友寄的巧克力啊。妈，我把它烤糊，把它烤糊。不多了，八十。先给你们烤个火腿肠。先给你们烤个火腿肠，再拿个火腿肠出来。那火腿肠快的噶，那边烧筋头的了嘛？是烧筋头，你没看到吗？在蒸吗？对头，我那儿有三个，你们四个学我了。还有苕皮。苕皮，我好好来。哇，烤起锅巴来了！蛋饭盘好了，快点来！他们来吃火腿肠。刚好你们四个一人一根。四人一根。好些辣椒没了。哎，不要辣掉了啊！那不行，要还椒。月底不要还椒不？不要，那很辣人，那个油辣子。那个还椒有点辣子。你们吃不下火。好些辣椒，听不？来，好些辣椒，不要辣落了哦。好，要烤的熟粉了，智慧。你等一下嘛！哎，快点把火腿吃下来，汤人。对了，先把火腿吃了。汤人，慢慢吃。嗯，我想轮到再吃。你慢慢吹，慢慢吃。但是吃的最慢的都是我。一百斤一百斤是吧？忍了呗。四百加三百，四百等于七百。我们烤烧烤吃呗，再把那个还是要包着才行。对，你要吃，你要快吃。还是要包着。我也是很精神哈。老爸呀，吃完吧，我吃吧，我吃饱了。看到都是一点肉菜。看，那也得。黄家家的好安静嘛，你看。嗯。但是。别问我们自己大菜。好好给你们烤苕粉。哎呀。哎呦，苕粉嘛，烤的我比你们烤的起。来，别来，弄起来。好，咱把那些好心烤哈。那个脂肪那个。
等你来看烤黄猪肉的吃吃才香。知道多黑了噶，几个？如果是只有一个像你们那个，他都不会吃的。那大了啊，他那个跟那新鹅一样，他是小噶，他就出去养猪不走的啊。是，他出去跳得活活的噶，他出去。出去记得动作哟。哎，我关键忙了噶。你在一边在那狗头跳的，我们那感觉把这鱼那个把这跳过去，那个鱼跳过来，那个跳过去的，他那样的跟那个两个那个，他不跟那两个拉，他两高他能给他。先去铺个杆杆，我是要弄哈儿，哎呀，他不然跳出去可没有保护你了哈。来，保护你了，他别他输了嘛，也是输嘛，也可惜了些，是不是？屁股个重要关键是。嗯。